我终于知道曲终人散的寂寞，只有伤心人才有你最后一声哼，残留在我眼中，我没有再依恋的借口。阿莲娜，我给江老师示范一下国语歌，你听看嘛。国语歌，好不好？我下面这些时装东西都流啊！你是情歌往昔啊！还顶管理老师，我刚笑得好累哦，就快这下面，好了，我来安排这首《曲终人散》。你让他用戒指把你套上的时候，我察觉到你脸上复杂的笑容。那原本该是我赋予你的承诺，现在我只能隐身热闹中。我跟着所有人向你祝贺的时候，只有你知道我多喝了几杯酒。我不能再看你多一眼都是痛，即使知道暗地里你又回头。我终于知道曲终人散的寂寞，只有伤心人才有你最后一声哼，残留在我眼中，我没有再依恋的借口。原来这就是曲终人散的寂寞，我还想等你什么？你紧紧拉住我衣袖，又放开让我走，这一次跟我彻底分手。你紧紧拉住我衣袖，又放开让我走，这一次跟我彻底分手。有，好好听哦！对呀，王子签名，签名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台语歌手唱国语歌哈，没有台语的那个会靠，金价不敢，来来，金价是不得了。而且这首歌真的好有画，看江哥在唱，好有画面。你这不是，而且这首歌不是叫你批评啊，不是，我是阿乐，阿乐嘛，阿乐了，你爱阿人的会靠，你要唱一段，你要唱副歌吗？副歌我来，副歌啊，副歌，只是我觉得随这首歌比较慢，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。这首歌是我副歌可以会的国语歌里面其中几首，屈指可数。你不要讲国语好不好？你直接用唱，用唱的好，屈指可以。原来这就是屈指，你，哎，那就是。不了就是我想起，我想起，这是因为拄只去牛仔很忙，冲一个头几首去闹掉。